坐過嚟嘅。我呢啲嘢係你就算問問我越多都冇道理，都係冇收益。但係咧，播放量高可以帶你更高嘅熱度，跟住咧你可以你就會收到好多粉絲。但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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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好似碌到嘅話，就全增加咗一次播放啦。嗰啲播放係咩啊？係狂咁碌啊！好多係咁，狂咁碌碌碌，係
幾千蚊都算，其實都係即係幾萬蚊，即係幾千蚊嗰個都好重嗰啲貨。
啊，多幾年之後咧，全部就上去，跟住一個熱氣打殘嗰陣時，跟住就打三個，因為我仲有防火，我去兩次我真係住到可以打。係，因為一上我就退休，兩個都係食打嘢，還兩個咧，特點都係因為打嘢多個氣。大家都講啲咩人都俾人上喺度，路難啲人上，之後又俾人上，下一個目標係點嚟㗎？係我錯，三個發生打嘢，兩個俾人已經俾人上，我收到之後先可以打中嗰啲喎。我唔知啊，我覺得先話應該要爭取應該上咯。佢冇操作，但係佢有好多嗰啲遠程消耗嘅能力，你就。增強地方，增強大招位咁樣。大招失控時間大啲，即係俾人打嘅時間要少啲，大招成日單中一個，或者你有幾耐會全擋傷，或者一個大招擋得。我覺得係同埋減少啦，大招釋放時間，就稍微降低少少傷害。大招的防御更快，即係擊中嗰種食物。如果你防衞嘅人即係擊中嗰啲大招，縮減到草堆曬，先可以殺埋咗喎。前期減少傷害，就後期增加傷害。都可以。個大招問題主要都係。大招手太長了，是吧？即是你不敢打到殺的，我懂，接受不了，真的大招的坦色淺一點，好害人啊，我感覺好
是先我會放在一起，記得等他就放一杯而已。Thank you.
嘅，佢應該係黑色。我以前住大埔，即係依度大埔。跟住咧加咗數之後咧，就搬嚟下地住。Thank you.
想睇一下嗰個相架，之後點點講睇一下小白兔嘅照片。
就係換起身。
好多都自己聽自己養狗，一路咧咧點知都係嗰啲新嘅狗係可以出可以誒打火波咯。好似網上講得好似豆腐，或者好似咁唔知。
自由啊，冇人權嗰啲。有自由呢個係最大嘅睇法。Vale。
上我们都有。我们昨天，我们从刚刚到五楼而下来才走到。一开始好似系你个车多，你佢嗰个好似咁多越多，好似四百多。好喜歡坐巴士，好喜歡坐巴士。